而李宗瑞逃了这么多天，他都躲在哪里呢？原来呢，他是到彰化去投靠一名曾经担任保险员的47岁女子陈美兰。那么两个人是在两三年前在台中认识的，在李宗瑞这个走投无路去跟他求救之下呢，陈美兰就收留了他。这期间李宗瑞不曾离开住处，全都由陈美兰打理他的吃住的问题。而在李宗瑞投案之后，陈美兰也跟着出面自首，检方以藏匿人犯罪谕令12万元交保。是不是有交换条件？为什么甘冒着两年的刑期愿意要藏匿李宗瑞？远景开路，媒体团团围住，用夹克遮着头的女子就是协助李宗瑞藏匿了23天的47岁女保险员陈美兰。其逃亡期间均藏匿于其女性友人陈美兰位于彰化市之住处未出，期间均靠陈美兰接济以及照料。7月31号，李宗瑞跑去投靠陈美兰，就一直藏在彰化慈修北路的租屋处，不曾离开，都由陈美兰外出买菜煮饭。直到23号傍晚，社区监视器拍到陈美兰等候律师到府，她一个人下楼引导一行人上楼后，和李宗瑞洽谈投案事宜。随后李宗瑞前往台北投案，陈美兰则是到台中自首。他干嘛看那个少年那出来？有去他家，所以我都没有看到有外人啊，感觉很正常啊。不觉得里面有另外一个人？不觉得啊。附近居民得知都相当讶异。而据了解，陈美兰已经离婚，育有3名子女，做人相当直爽，常上夜店。他的朋友还透露，最近他交了一名相当有钱的男朋友，在2-3年前经由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宗瑞，从此互动频繁。陈美兰因为藏匿人犯罪嫌，检方谕令12万元交保，限制住居。而为了让李宗瑞现行，检警祭出坚壁清野策略，断其金源人脉协助，从女友、双亲、夜店咖、密友、邻居下手，果然追出关键人物台中角头方敏义。拍谁？绰号要命小方的方敏义是中部新生代角头，诈骗集团首脑，遭枪杀的台中角头翁其南金主。李宗瑞的父亲李月昌家族是台中望族，地方人脉深厚，似乎有一定关系。因此李宗瑞到台中看阿嬷，都会和他聚会。检方侦讯时质疑李宗瑞请托他制造假证件协助逃亡，方明义否认，遭到斥回。不过此举意味着要当地大哥别再掩护李宗瑞，这招果然奏效。为了避免事情闹大，李宗瑞终于投案。而据了解，李宗瑞有很多事情会找父亲李月昌商量，而且有求必应。小魔姐妹花下药偷拍更是早就知情，还出面摆平。况且李宗瑞投案也是由父亲李月昌联络律师，检警怀疑李月昌了解儿子逃亡过程，将追查是否涉及藏匿人犯。民事新闻综合报道。